手に行くぞ。モンスターを攻撃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发动破坏剑士融合。你的怪就是我的怪，哎，拿来融就是爽，舒服啊！太神啦！你只要少喝一瓶麦香奶茶就可以直接加入了。有这么多贴图刷下去，吃电脑贺卡、赖贴、打电动、写生日卡片、跟阿庆见面、请你吃饭、录祝福影片，这么好的奖励，赶快一起加入阿庆的频道会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要来介绍龙破坏剑士的全新卡组啦。那大家应该都很期待这一套哦，因为破坏剑的追忆实在是太强了。从手牌舍弃一张破坏剑的卡牌，就可以从牌组特招巴斯达布雷达。那它第二个效果真的是蛮强的哦，墓地这一张卡除外哦，就可以直接来融合我们龙破坏剑是巴斯达布雷达的哦，就可以叫出龙破坏剑是巴斯达布雷达。对，我们只要除外一张巴斯达布雷达，然后加上一张龙族怪兽，我就可以直接龙。而且这一个第二个效果是二速的，那他这一张陷阱卡送入墓地的当回合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从墓地除外，来跳我们的龙破坏剑士巴斯达布雷达，超级猛。然后这一次也有一张新卡叫做破界蛮龙破坏龙。他只要在场上，对方的场上所有怪兽都变龙族哦。那这么一来，搭配我们那个龙破坏剑士巴斯达布雷达，就可以无效对方场上所有怪兽，就比较不依赖 DNA 啦。但我们还是有放哦，因为先攻有 DNA 的话还是比较强一点的。因为我们其实先攻比较难叫出这一张啦，这一张反而是比较后期的时候我们会叫出来哦。那如果场上没有巴斯达布雷达呢，他可以直接把墓地的巴斯达布雷达特招、哦、那第三个效果，在对手的回合呢，我们可以把我方场上的巴斯达布雷达回归箱发动，然后把墓地的破坏剑的怪兽装到那一张巴斯达布雷达身上。那第三个效果应该我们用不到，因为我们没有放什么破坏剑，就是只有放这个半龙啊。那技能是使用命运抽牌，但我也有看到一套很有趣的，是用抽牌感知下级怪兽哦。那抽牌感知下级怪兽好像是后一千就可以用了嘛，所以搭配宇宙旋风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呢直接命抽我们的半龙哦，我觉得还蛮有趣啊。然后我投入了一张很特别的卡叫大蛇，因为两只一加一只七刚好是九，有机会叫出大蛇。虽然我还没有叫出过，但它两只一一定都要是半龙才可以哦。那为什么要放 DNA 呢？因为你先攻的话，你假设有 DNA， 然后手牌有巴斯达布雷达，加上你场上有半龙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对方回合打开这个改造手术，让对方场上变龙族，然后使用融合哦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当然这一套我今天是组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组法哦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一套也有许多的组法，大家如果有更强的都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哦。那牌组介绍到这边，我们直接来实战给大家看。Go! OK， 来到我们第一场先攻，而且遇到很像一个白龙哦。哎呦，哎，白龙哎，直接制裁。干，结果我起手超烂。有两张气血应该还行，还有风筝哦。哇，其实我只要有一张那个什么追忆啊。我只要有追忆应该就稳稳的。OK。这边有幼龙也可以啊，直接把他怪兽拿来龙啊。哎呀，白灵龙。不是白灵啊，亚白啊。
亚白龙。那个，哎呦，这么凶哦、啊！直接精灵龙。好、哦，你的精灵龙，等一下就给我拿来融合。哈哈。远古规则，哎，还好，幸好我手上有这个，不然我就吃屎了。力の差を思い知らせてやる。やれ、ブルーアイズ。幸好我有風針耶，不然真的直接吃屎了，嚇死我。欸，不打耶。哇，這個人很猛耶，還知道要防一手。其實我剛剛應該給他打的。好、哦，那希望这边可以神抽，神抽幼龙或是融合都可以哦。来神抽，漂亮，哈哈，想来就来啊，他妈的跟鬼一样啊、哦，太神了，直接融合了，不讲道理，直接融一波。太屌了，太屌了！好，龙族全部无效，你怎么和我斗？哦，我这一张半龙留在场上应该没事吧？反正他都龙族哦。来，巴斯达布雷达。你的怪就是我的怪，谢啦。哇，太舒服了！8800是三小，8800哎，下去，太神啦！第一场就这么舒服，一个六连胜的白龙直接被我打下去。好，我们马上来打下一场。OK， 来到第二场，好，又是先攻。顶天立地是什么？好，如果对方有龙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龙一波。哎，好像还不错、哦。来结束回合。OK， 但感觉顶天立地会不会是神音还是什么？哎呦哎呦 ，BF 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的 BF， 来发动破坏剑的追忆，直接登场。破坏剑的高手巴斯达布雷达，我们再一张龙类就可以来龙一波了。哎，气旋，来再见。无底线坑哦，好，来发动效果，装在我身上，舒服，太舒服啦！你的精锐跳不出来啊，跳不出来就是爽。好，盖了一张，各种破坏剑的追忆又来了 ，OK。看一下哦，来 ，bang， 结束回合。居然遇到一个卡手 BF， 我是很久没看到 BF 了，超级久没看到哎，破坏剑士的半龙，来，好哟。是什么？神之射礼是不是？来，破界蛮龙破坏龙直接震撼登场，我直接震撼登场。来，全场变成龙族，对方场上全部变龙族。来，我看一下哦。
他是从墓地跳嘛，但是我不从墓地跳，我直接发动墓地的破坏剑的追忆，来，龙破坏剑士，巴斯达布雷达直接登场。哦，啊，我这一张应该要攻击表示的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跳，我还有追忆。哎，哎，怎么一个无敌呀？我靠！怎么一个无底线坑？居然有这种嫖伎俩 ！OK， 外剑是融合，好，发动破坏剑的追忆，来，巴斯达布雷达登场。现在对方场上全部都龙族哦，所以他等一下要叫龙族出来，我们就破坏剑士融合，再叫巴斯达布雷达，再叫龙破坏剑士巴斯达布雷达。黑旋风来了，准备准备，来来来，等你。哎呦，好可爱哦，发动破坏剑士融合。你的怪就是我的怪，哎，拿来龙就是爽，舒服啊！哈哈，太神啦，太舒服啦！你怎么和我斗啊？来，你有种你就跳，墓地你这个有种就跳，直接被我捅屁眼！耶、yeah ，好，我们来打最后一场吧。OK， 来到我们最后一场。好，我们遇到游心，居然是一个剑斗兽，好帅啊！哇，好久没看到的 combo， 剑斗排斥波搭出人意料，再跳一只吧，我记得，哇哦，好帅啊！好久不见的这个 combo， 好，还好只盖一张哦，直接炸掉。bang， 哇，战车哎！来，破坏剑士范龙。直接抓我们的追忆 ，OK。カードを伏せるぜ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動。来，巴斯达布雷达。ここだ。モンスターを特殊召喚。カードを伏せるぜ。バトルだ。打这一只好了。頼むぞ。モンスターで攻撃だ。怎么有停顿？読めていた。哎呦。モンスター力を貸してくれ。居然有维斯帕西亚斯，我靠！好帅啊！还会有月之书哦，不用怕。哎，羁绊呢？这么帅！来，月之书，盖起来。可以哦，发动破坏剑的追忆，舍弃直接特招。OK， 他刚那一只防御力多少啊？我看一下，零呢？哎，我直接把他打爆就好了。好。来，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登场，然后叫出我们的破坏龙。OK， 场上全部变龙族。OK， 先这样，来攻击。Man， 好像没东西来发动我们破坏剑的追忆。
巴斯达布雷达直接登场。好，直接通你屁眼，漂亮，哇，太帅了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龙破坏的全新卡组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？我觉得真的是超帅的，然后胜率也还不错，有了新卡两张真的是玩起来特别的爽快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啊，如果喜欢今天的阿庆面包的一个喜欢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 YouTube 频道，每天晚上16点不一定发文片各位庆分，那我们就明天见，记得哦。